里面最真实的花和草，能够感受到跟大自然的一个最接近的一个接触啊。然后呢，我们卡米罗品牌呢，主要是针对家庭啊中单客。那卡特呢，是我们的一款，另外一个品牌是针对这个中端的一个奶茶或者是咖啡的这样一个市场。希望我们的产品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更好的一个创业或者是一个合作的机会吧。谢谢。